定是相当恶劣，不必一个半的。好、哦，所以你本身在写小说，我是发觉日本人对台湾人咧发声的一个文学作品。好、哦，所以有伊是彰化人，吼、哦，彰化人。在台湾第一个去德国摕到博士学位的医生王秀乐，这是台湾人。下口足侪，这拢是文化协会的时代，台湾足重要的医生。啊，刚刚讲伫日本时代呢，台湾有培养两千多个医生出来，牙医师有变到500个，有这书600多个，左三书2000多个，后书500多个。啊，就是讲日本若要离开以前，大概台湾的这个医学的人才已经有相当的一个数量培养出来，伫台湾各地已经开始咧做真好的这个医疗的工作。啊，从传染病拢控制了，拢控制了。这一阵倒过来一挂病，吼、哦，因真重视这个热带医学，是嘛？因为迄阵日本人想要用台湾做南进的基地，伊开始要去拍东南亚的战争啊，开始要去做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攻击战争，伊开始一直研究这个热带医学。这间就是热带医学研究所，这间就是今教育部啊，台大医学院边啊，这间就是今教育部。啊，到尾啊，当然日本发动这个战争了，美国开始来轰炸，所以台大医院迄阵嘛炸到晕狗狗的。哦，台大医院迄阵有疏散直接头没整卡，因为迄个时阵台北市嘛炸到。搁煞嘞，换国民政府来啊！国民政府来，我拄则讲28个事件发生，台湾的医界惨遭大屠杀，惨遭大屠杀。因为日本时代台湾的医生已经在台湾社会拢变做领导者，患者看啊，不但是安尼，用参加文化协会活动，参加民众党，所以迄阵台湾的医生其实足积极参与台湾的社会，伊这个改革和政治的改革活动，所以一般民众大家对台湾的医生拢真尊敬，所以真自然医生变做社会一个意见的领袖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二八发生，国民党开始掠人的。医生都是你的对象，特别是你若出名的医生啦，像这就是家人迄阵的旗帜，桂秀仪医师也去台啦吼，这大家拢也去台啦。这宜兰吼，迄阵的宜兰病院院长，这个郭章华吼，花莲的院长张七龙，张七龙有三个囝嘛拢医生，四个医生都掠去台三个，干了一个放着。所以这拢真凄惨。啊，张志龙迄阵做理定，搁做学校的校长，哦，啊嘛做自县国大，这拢无真正参加过啥物反抗，但是就是讲因为伫地方上社会有名人，拢变做王牌的对象。哦，啊，这个两个囝在伫迄个，即阵实在要讲的是家己，家己嘛两个医生伫议会内底，结果要去这个机场。做和平使，结果嘛是斩掉去了吼。啊，现在内毛一个无头公案，就是柯世贤。柯世贤迄阵嘛是伫家己的参议会，结果因这个和平使集团去到半路，柯世贤落车，伊无去，结果逃过一劫。啊，谁人迄阵落车，无人知啦。哦，可能嘛是有人甲讲你唔通去，你去阮死的，伊总无去。但是另外两个去，拢有先去。哦，这一个潘洛比，哦，啊一个。这个无病去，这拢是来人哦。啊，这高阳，高阳的院长就是潘清科，潘清科就是潘明敏的爸爸。潘明敏的爸爸迄阵是高阳上出名的红山高医生，嘛是战后的高阳的院长，嘛是去山顶培养这个何孟奇、邓华的时，全部杀起来，体也拢抬了，敢若潘清科无抬死，到尾啊，真侪人去招状甲报的。报上来，伊甲潘明敏讲，永远唔通插中国人的政治。结果无想着讲，潘明敏阁做过双总统。哦，啊，这嘛迄阵的议员，哦，这拢死啦，这都拢，啊，这就是我主要讲潘生的爸爸。哦，又金宝这。讲到这袂当阁讲落啊，因为两点钟到啊啦吼。这百几年的历史，要叫我用两点钟讲吼。不过咱头前迄段安尼，若要阁听吼，以后有机会阁来啦吼。啊，
不过我简单结论一个，就是讲，经过这个自治界大屠杀了，其实台湾的医界有一个真大的变化，就是讲哦，医生都快讲话了，大部分啊，两种，一种就去正好是外线，啊，就做研究啦、教书啊、点注注的。像阮同意后生是阮的老师，从来嘛不咧甲讲这，也不爱讲啦，因为因所看到的。因的同学红利啊，因的熟识人红大个满满事嘛，所以讲像因讲的讲叫放大。啊，第二种呢，佫较害，就是开药过太钱来啦。感觉讲啊，做医生就是安尼，敢若我拄只讲，讲台湾医生，我感觉钱无够用就对啦吼。啊，就顾我囝啦，啊，就家己的生活好过就好啊。对这个社会，无够迄个公义啦，迄个使命感，也是讲社会参与减少，这是对台湾是做不起的。哦，对我对讲，因为遐优秀的拢去读医啊，结果出来，你对这个社会无一个使命感，无一个责任感，这对社会是一个真大的损失啦。但是当然，你要了解就是讲，伊背后有这个政治的因素，有这个环境的因素。啊，所以到1987年时，我是140年，我想讲啊，爱变换200这个历史啦。哦，所以我开始讲，看地人用啦，李显龙大家。我去发动这个讲，要替自发自发。我准备做这个运动的时，介绍是阿袂解决的。大家朋友嘛拢甲我讲，啊，哪有可能国民党搁咧执政，哪会认错，哪会躲起？啊，哪有可能甲自发做定做国定纪念日？我讲当然嘛有可能，我无可能。这是咱台湾人家己的代志啊。咱讲咱的祖先不是叛徒，伊都不是叛徒嘛。咱讲咱的祖先是为着公益牺牲的，咱的祖先是优秀的台湾人，就是优秀的台湾人嘛。他以前我一个历史的解说员，要告互统治者，国民党讲伊是叛徒，讲伊是流氓，讲伊是走狗，日本人的走狗，讲伊让共产党利用。啊，历史是要互咱解说，是要统治者解说，还是台湾人家己解说？当然，咱家己解说咱的历史嘛。咱若无掌握这个历史的解说权，咱永远做人的奴隶啊。啊，第二我讲，啊，二二八咱毋是国定纪念日，泰国政府宣布，咱二二八你讲，大家休困一天，啊，就是国定纪念日嘛，袂使休困吗？啊，无人规定你袂使休困啊，你家己主动休困一天，啊，伊讲就是国定纪念日，哦，所以我迄阵拢讲绝对会实现啦，结果有实现，拢实现啦，伫35年内底，二二八嘛变作国定纪念日，全台湾各地嘛开始办二二八的追思活动。阿嘛去二二八纪念日，啊，最后第二年，阮阁甲通过二二八补偿条例，所以到尾拢赔嘛。这嘛是破纪录的，国民政府过去做歹代志，开始发大票，奈发赔偿，无可能嘛。我记我开始不为时哦，余国华咧做行政院长，伊安怎道歉？伊讲满清入关屠杀汉人都没有道歉，想要国民党来台湾杀人都爱道歉啦。目古锥甲真正有够老死的，就是讲，这就是反映因的心态。哦，中国的历史就是讲哦，改朝换代当然嘛大屠杀嘛，伊态度道歉，但是伊唔知影讲，即摆是一个现代社会、文明的社会，政府歹修法啦。你抓人也无审判，这都犯法吧？政府本身就犯法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抓来就杀掉，你拢无审判嘞，安尼哪对？你都无一个人权的观念，无一个法治的观念，所以这款的政府基本早就应该淘汰啊！这是足浪漫，完全无法治的观念的政府。哦，但是咱台湾人家己讲惊到讲安尼，这个代志都唔敢讲，40年一句话都唔敢讲。我台湾人嘛上过无容易，对，咱家己的祖先做对的代志，咱都要去讲话嘛。哦，那这个社会嘛是还佫有一个公道，有一个社会。所以我迄阵要挑战，实在是要挑战台湾人家。哦，你国民党要道歉不道歉，恁家的代志。但是台湾人爱家己纪念家己的前辈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今日讲历史，历史就是咱家己爱去写，咱家己爱去解说。啊，若无安尼，咱家己哪有信心？你用那边问国统治者讲会使无？世间重要的物件拢是家己争取来，唔是人收输的啦。无人会收束你啦，同款嘛。要建立一个家己的国家，嘛是要靠家己啊。要靠啥？啥要予你啊？靠家己，靠个嘛。哦，所以我最后嘛是讲，我最近想讲，我去要办报纸，
哦，我朋友台头讲你唔通啊，你会倾家荡产呢？你死，昏死的你昏死。我讲要死嘛，就爱见到死。啊，我大厝里不出死又该怎？对不？哦。咱的祖先，咱的祖先，毛汉人、毛原住民、毛平埔族、毛荷兰人，血拢透做血啊，对不？哦，啊，所以，迄祖先对对来，无甲遐重要，是你今日做台湾人，伫这个社会、这块土地，你家己的认同，你要家己建一个国家无？这是家己决定的。祖先嘛，袂当替你决定啊，祖先袂当替你决定。但是咱今日要选择，家己要有信心啊。无信心，那会敢选择？你对家己有信心，你唔当讲我要做主人，啊无你就做快乐的奴隶，啊是要做痛苦的主人，我就是安尼。做痛苦的主人，靠主，哦靠。好啦，时间啦，哦到这啦，我搁后边搁值班的啦，所以哦，感谢恁啦。兼经县员剪彩，有关台湾医疗发展史的这个啊演讲来，再度用热烈掌声来感谢大家。